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啊多功能挂钩啊，它的材质的话全是全金属的啊，现在是它的家族啊，这个是特大圈的啊，这个是那个银色固定圈的，这是黑色固定圈的，鹰爪的啊，这是双挂钩啊，看一下它后面有什么不同啊，这个银色固定圈的这是梅花螺丝啊，这黑色的是内六角螺丝啊，更牢固啊，特大圈的话是这样子的安装的啊，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强度啊，大家看啊，这是单挂钩啊，本能是120斤啊，你看可以吧？然后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双挂钩的啊，看啊，很牢固的啊。对了，双挂钩是内开的啊，是内开的啊，单挂钩是外开的啊。